核心马上要出场了，那我们欢迎我们今天全部的高雄的球迷，然后还有很多从中部、北部特别为了今天的球赛往南部这个方面走，因为他们要看他们最喜爱的，你们最想看到谁？是 Horace Grant 吗？还是小虫 Dennis Rodman？ 还是六个冠军戒指的 Scottie Pippen？ 好，我们今天2012年十大国际美国传奇球星亚洲之旅的高雄站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配合，我们还有很多朋友们呢还没有找到他们的位置，所以假如已经进场的话，大家请快点去找你们的座位坐下来，我们就要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精彩的球赛，谢谢大家。
喜爱的球星到我们的现场，还有我们台湾的球星，谁要看甜美？新安，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呢，要一样的掌声 ，OK？ 那我们今天当然有谁要看谁 ？Dennis Rodman 对不对 ？Dennis Rodman 的球迷在哪里？直接转播 live， 所以马上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暖身，我们第一代的这个表演啊，非常非常精彩，需要大家帮忙，请不要用闪光灯拍照，不然你看不到他们的表演。我们要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Luxy Boys 黑色流明。
野兽陈世念。好，下一位，背号17号，我们的射手杨玉明。21号，台湾的 Novak 简浩。好，下一位，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何老师何守正。掌声不要紧，欢迎苏一杰，背号28号的苏一杰。我要听到你们的尖叫声。11号，台湾飞人陈信安。请给你们的台湾明星队一个最热烈的掌声。我的左手边，我们欢迎我们的美国的明星队 All-Star Team 的两位教练 Ronnie Martin、 Steve Simon。 下一位，之前跳高可以跳42英寸106公分的 Jeff Trepanier。 好，接下来之前纽约尼克队的
陈奕辰、陈兆宏，三位都是我们的国际级的裁判。